不天气，请你感受我，就像我感受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人生到处是假正经，变化莫测，捕风捉影，有几个陪我等雨停。难得这心情，天高海阔，我的原名谁倾听？你就是下注足狂潮，依然潇洒，风尘仆仆，而你是我治愈的方法。啦啦啦啦，我亲爱的你啊，我们并非单枪匹马，世界那么大，风尘仆仆，我会化作天边的晚霞。啦啦啦啦，我与你同在。打造我自己的单身公寓，所以，对，所以就来了。你看啊，这个事情啊，就是这么的巧。你看，你也想打造单身公寓，你有情，他有意，哎呦喂！在一起啊，何必这么刻意，拥抱就可以了。没有，咱们俩人。那您本身是哪里人啊？我是浙江台州人。哦，浙江台州，浙江的女孩子做事情都很精细。对，你们的房子现在是？我们现在住宿舍。住舍，住宿住，这仨字能说吗？住宿舍，了不起，住宿舍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两个人发音都那么标准啊！哎，一博是。对，我现在自己他们这都是九零年代啊，一博是九七年，九八的，哎呀，差一岁刚好、啊，差一岁，女小一好，好穿衣，好穿衣，对，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啊，二十出头，单身，单身，他们都有海外练习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哎，都是很棒的节目当中担任舞蹈导师，跳舞都特别棒。叫什么 CP 呢？周一 CP， 周一 CP， 周一见，是不是、啊？其他几天各顾各的啊。对，一博，你单身多长时间了？这么敏感，一博说，这么敏感的话题，说，反正随便说一下。目前是单身，目前是单身。幕后怎么样呢？幕后就不是了，是吧？幕后有几个厂工师傅啊，只有在目前过日子。一博，你为什么不找个女朋友？就是可能目前。在工作时间上可能见的机会特别少，也没有遇到特别好的吧。现在关键是没有遇到特别好的啊。你心目当中那个特别好的是怎么特别好？特别好，好奇哪儿好？那个肾好算不算好？身体好算不算好？喜欢看感觉吧，没有说特别固定的。他要会跳舞吗？没必要，不用。但是会更好，对不对？也无所谓啊，这个无所谓，不是也无所谓啊？是吗？会走路呢？一直要自己背着是吧？会跑步。小周，要求这么低啊？就是你。可能我也是因为就是没有时间吧，因为出道之后就一直很忙，一直要活动，所以就而且就是海外跟中国两地一直跑的话就没有时间。对，不是，我觉得这都是借口吧。对，你还好意思说人家？我会在柜子上啊、墙上贴一些贴纸，然后还有剪一下我的照片在上面。对啊，还看到自己？对，看看我看着自己就幸福。